Okay, welcome to another edition of Youth Nightline. Tonight we have a very special guest. He's also a good friend of mine. His name is Yu Fu. We welcome Yu Fu to our program. Yu Fu, nice to have you on the show here. How are you? I am fine. Oh, thank you. What's lesson one? A book.就是那个国语很奇怪，国语其实也还好。你说如果真的要字正腔圆，其实也可以讲着像有一点这个金片儿子，是吧？我们今天到这个忠孝东路里面的一个小胡同里面，但是你听下给他那我煮了一下，而且很别扭。就是我小时候的时候，在这个试训的时候啊，我本来就是满腔的这种热血，我打开都在讲国语啊，那么喜爱讲国语啊。小时候能够讲我是外省的，我听起来嘛是有点虚荣感。你看国语这么标准，但是我咧上四星的迄个语训课的时阵，迄老师就老讲，迄老师是越南的迄个侨生，但是伊国语足好。我自我介绍的时阵，我讲话足标准，懂吗？讲得非常标准啊，该卷舌的都卷了，不该卷的也卷了。但是伊老讲好烂啊，当场就这样子把我骂一个，连民族自信心都没有。从此之后，我就觉得啊，国语会通的好啊，会通就好。所以开始就把你的台语讲的带出来。对啊，然后到最后变成这种有点矫枉过正，那起码被盖翻了。我迄个。花甲花有当时用分不上来清楚，所以呢，起码有当时要讲话尽量就是开花还是开花？哎，开花还是开花，没有半花，稍微有当时要讲话啊，拢轻轻彩彩的好。本来咱本来是讲，就是还是讲的是说，咱这台湾大家拢知影你的这个青春热线内底哦，我的英语安尼相当，大家拢叫是迄个美国啊，原来看我啊，不是啊。所以有很多人有很多问题啊，足多人啊拜托，讲特别讲拜托过来，迄个叫来啊，我想要叫来，讲哇，英语唔难啊，讲啊较好。我们现在感谢这制作单位，甲超级电视台，甲渔夫漫画秀啊，啊，多谢你，前一阵子也上了我们的节目，所以来这。不然没客套了，我就这样讲。不然，按照英语先，那还有个较好啦，那行。我刚刚是觉得一个是兴趣啦，我们现在尽量讲标准的国语，我觉得是一个兴趣啦，因为刚开始是一个兴趣，兴趣，跟着我一起念兴趣，所以呢。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啊，小学生嘛，对不对？小学生学的就是国语嘛，还有一些基础的这个国民教育嘛。可是到了国中不一样啊，国中就会有人家就说啊，学英文啊，学英文，然后就听到一些老师说学英文有好处啊，以后这个可以唱英文歌曲啊，以后可以看这个电影啊，或者是一些那个课外读物啊，就比较方便啊。我们其中听啊，还蛮有利啊。我当时从那时候时，然后去了美军底的时阵，然后看到那些哇，那些人怎么鼻子高高的，那头发颜色跟我们不一样，这样讲话又好像在唱歌，就会有兴趣啊。好不容易，对啊，我好不容易已经逮到这个机会，好，我一定要好好把它学，就是一个兴趣。不过你在学的时候，我所知道就是说，你刚刚开始的时候，先你学这个音，你用了你下了很大的功夫，把你的音矫正过来。你以前老师用教拢无不标准的，拢教一种迄、那、落、個，一些音的叫 KK 音标嘛，好像。KK 音标，因为基本上嘛写个 KK 音标，现在还是 KK 音标啊。啊，但是老师发音拢无啥标准，啊，你拢安尼练家安尼，要含美国的腔调，要安尼完全同款。啊，你也毋捌出国过啊？你有没有喝过洋墨水嘛？有啦，为什么会这么？有出国过了，但是去玩了，不是说去那边读书或者是在那边成长了。对。但是您刚才讲的，有些老师是发音不标准，但是我觉得现在想起来哈，我们国中杰老师哦，第一位英文老师，他发音倒是蛮标准。那受到他的这个鼓舞了哈，跟他的那个啊，当然。上了二三年级，那个老师的发音就奇怪，那很多人每况愈下。你看，到专科了，老师的英语都无讲介标准啊。啊，不过因为伊的经验啊，啊，咱嘛是较学啊。来，你英语做标准，咱先看看来，来啦。哦，这即摆要念出来哦。现在要把它念出来吗？你先来讲标准。Bill Bailey bought a bunch， 现在你 take two 先哈。Bill Bailey bought a bunch of brown bananas。哦，这真正加标准哈。这个就是取它的这个 B 的声音嘛，啵啵啵的声音呢。啊，这是 P 的声音嘛，这是 Peter Piper picked a pack of pickled peppers。啊，这就是，这就是在训练你这个 P 的声音的这上面绕口令啊嘛，是吧？是不是？不简单，啊这嘞。啊，这就是 Tomorrow Thomas will be
过来 take two 哦。Tomorrow Thomas will take a truckload of his tomatoes to town。哦，这个是 T 的声音，这样子念得很快。Tomorrow Thomas will take a truckload of his tomatoes to town。哦，就是安尼。我这借钱哈。嗯。不要想救济，我有一个做救济，我救济，对，我见到我先叫出来，我叫。伊又做吼，伊做爱吼，甲你学英语，来救济。What's up, man？ 哦，这可能洛杉矶哪等啊？对，啊，去教欧人学英语啊。What's your problem？ Hey, man。来，念看卖，教你英语来。Okay, let me check it out. Oh. Can you give me P? P?P? The P, yeah, P? No, the other,、P? yeah. Mm, like P? Yes. 好 Okay, ah.、Peter, paper, pick, you're bigger, you are picker. 以前你讲啥话啊？我感觉这人是调岗的，无你搁念一届。这个底子不错，可是怎么会故意这样子呢？来，One more time, George, 搁来一届，干嘛呢？Peter Piper picked a pip. P P. 没办法，艺术已经高了。不错啦，就是你已经学会了放屁的屁。哦，你这样公文我够要求。不要紧。来，阿台语的你阿不来，讲台语买多，我来。狗啊，带狗啊，过狗啊，狗啊，落落去水狗啊，叫狗啊，提狗啊，叫狗啊，提狗啊来。高啊！哦，这有点是概念到，非常高。来，我教你，我照这个教搞。好，安尼哦。来，赵姨，来。听好哦。好，听好，阿教又是概念哈。哎。高桥高要过高高，不列高叫高提高来高高。哦。哎呦，真正是，我刚刚跌倒，你都看得出来。啊，不你念一届，叫人念。哇！买啦，新年到了。买啦，安尼我主持人的威风拢无去啊，人都不要念。啊，那蛮有利啦，主持人拢爱较权威淡薄，主持人就是拢发问题有人念。不过还是老实讲，还是就是说，今天到了被曹丽来，是很多人哈对你这样子的一个学英文的过程哈，拢不感动，不感动，做兴趣的哈。啊，咱哈今嘛哈 take a break， take a break 。A B C D E F G， 结婚怎么跟他讲 ？H I J K L M N O P， 你英文是从这里学起吗？没有，我根本没有学。那时候学英文，我跟你讲，其实吼，就是咱伫国中的时阵，阿文庄刚开始老师的鼓励，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对自己的这个科的兴趣，哦，然后回去的时候呢，有事没事我就拿这个收音机给打开，哦，然后转看有没有英文的，哦，就开始这样听啊。听刚开始当然是听没有啊，那听没有怎么办呢？当然就多听一下，好像没有英文怎么讲？Don't understand 嘛，Hear no 嘛，大概是 Hear no，Hear no， 听没有啊？对不对？就开始你就是。再加把劲啊，然后多听一下，然后不会的时候就把它当成唱歌一样，然后在你脑海里面这样子，就是这样闪烁，久而久之，我觉得大脑就好像是一个录音机啊，你顾维西尊慢慢你的，从听力开始，然后听完之后呢，当然你就会想跟他模仿讲出来，就是这样子。嗯，不过我所知道就是说你，你去到美国的时阵哈，啊，那个美国人你讲，你讲你第一到去到美国，对不对？哎呀，啊，人家是美国人可以讲英文，你就愣住了，愣住，哎，都唔知人咧讲啥，听无，想哪干呢？因为咱就讲啊，这是台湾人骗人的事，你啊，这刚去刚开始当然有淡薄震撼感啦。哦，过无外久就拢习惯啦。我去到美国就常常讲迄个正统的英文。好啊，记得啊，对啊。嘿啊，啊有当时啊去，你啊讲买物件啊，有当时啊因咧有诶是墨西哥人咧，啊有。讲话加减有淡薄仔腔，我嘛是听无啥有。啊，你讲这 Q 其实是英文里面，它也有很多这种腔调。当然。像我所知道，像听说这个英国人在讲这个英文啊，他们讲起英文好像是咬着那个烟斗啊，不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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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美国人就不一样了，美国人好像是比较会卷舌了。讲讲是因为气候较干燥了哈，所以要把那个音喷得比较远，所以爱你卷舌来喷出去。柯林有柯林啊，我嘛唔知啊。就北京话跟国语也不同啊。北京话，你看北京话这个卷啊，就不一样了。你看死胡同啊，对吧？你啊讲台湾国语，咱就是
巴拉贡它是反映一个地方的一个特色啦，因为语言怎么讲，有时候你南麦贡南贡台语有无，北部的腔跟南部嘛无同款，那宜兰腔食饭会 no 有无，你嘛无同款，啊英语嘛有啊，对，然后英语一挂迄个南方腔的，它那个音也很重啊，那个爱它不讲爱啊爱，要讲啊，很多啊的声音啊，那你说在西海岸那边的话就比较标准了，因为很多人都是好莱坞嘛，哈，那边造就了很多这个播音员啊，或者是演员啊，所以他们讲的话，这个就是有些什么什么 very girl， 我一直讲哇哇哇，公文公文，我都不知道想要打刚公文弄完了做兴奋的，我们在那，hey man dude， 哎那那一种一种，按照做啦，我觉得，我今麦我上来起来了 ，like it's so incredible man， 那一种哎，哦哎讲起来的啊比较。夸张一点，然后啊，像我咧就是他们都话咧，嘿 man， 嘿哦，我咧看可能是加州那边的口音哦，海口那边的，啊，唔是有做侪外人行这边讲，嘿 man， 有位置啊，别有当时讲话嘛真嘛，啊，因咧讲的话语佫无啥共款的，所以吼，很多地方就造就不一样的这个腔调。那这种东西，你说你要怎么样去研究也很难呐、啊。你就是你在那边在一个地方，那我才刚从法国回来，那法国人讲英文也是很好玩的，也是有他的腔。我当下，我明明在这里有法文的，我硬个迄个急转弯个拗过来，啊变英语的呀。啊，我嘛是听啊，嘛是有当下听啊，有当下嘛是听啊无啊。哎呀，哎，我问你一下啦哈，听讲你跟恁太太咧小妹哈，跟你太太吵架的时候，你都是情急的时候就用。英文骂他是没有了，有时候一次抓不到就用英文，有时候、英文讲不出来，当然有时候中文讲不出来就用英文啊。那有时候这个台语讲的会比较练邓，当然就用讲台语啊。啊，不过台语的骂人的好像是字眼比较多、啊。哦，没有，台语有400多种。不是骂人啊，只是说就是这样气话嘛，对不对？但是我要声明哦，跟制作单位声明哦，因为生活也是非常，婚姻也是很美满，只是说有时候还是会有，当然会有一些意见分歧的，理工农。无讲无安怎，那是骗人的，对不？啊，你啊美股的时候，你讲 OK， 加来变成。无啦，我嘛是阿个算讲真有风度的啦，讲实在。好啦，安尼嘛来讲就是讲，我唔知道你伫这个你做了这么多的这种节目，现在就是你有现场这种 call in 的这种节目。对。OK， 啊，这我过去有像我以前在做，我们做这种节目，尤其是你的节目里面会谈一些政治的问题。那会不会碰上就是来宾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或者是说那么对没开？我早就跟他们这个一个朋友哈，啊，从当场中两个都没起来就。没起来是无啦，你讲慢到没起来，这有当时啊，你讲你做节，你做一个这个节目，有时候时间上面的考量，那有时候当然有些来宾我没有办法完全照顾到，这也是一个算是一个遗憾了哈。至于说真正吵起来倒是没有，只是说那个。有时候有些人啊进来的时候，然后有时候还搞不清楚状况，你们求好心切会说，那你就讲讲话这样子而已，没有。其实对所有的来宾都是一样。那至于那个听众的反应，当然有时候是很情绪化了，尤其你讲到政治，有时候会比较怎么？慢慢讲，你有当时你啦，我就是这派人，我就是那派人，啊，无你是安怎？啊，到尾真正你有当时有那涉及人身攻击，这咱都要来判断。有当时真正袂使，你就可能都爱迄落，都爱迄落安怎？就是、啊，三栋内底对一栋英语较好。三栋哦，观众怕这哦，制作单位讲叫我坐一下好，无坐一下来讲。我咧讲啦，三栋慢慢讲，三栋其实三栋的人才拢袂歹啦。哦，咱讲实在，因为咱这无东派，咱这毋是讲正刚在做政治的这个节目哦。我的观察来讲哦，当然你以国民党来讲，他是毕竟他资源比较多啦，所以他的那个像马英九的英文也很好啊。哎，阿姨景那个简汉生先生啊，英文也很好啊，还都留美啊。哎呀，还有另外小那个，民进党来讲，另外小沈富雄英语嘛是一级棒的呀、啊。哦，拢到一二十年，对啊，二十年还有拜的，差不多。那个拢会讲啦，李秀莲嘛真好讲啊。哦，不是，我意思讲观众口音入嚟啦，你小编的时阵啦。小编的时候，我拿下你讲做到政治的话，有时候你还是讲国语啊，我拿下过。Can I speak Chinese？ 我就知影好，这一定有一挂迄落不错的见解。我说 Go ahead， 我来讲。I think 啊，我想吼，啊，有较注意的无？较注意，较注意的哦。当然，打开始做这部的时候，我嘛是要叫用卡电话来教讲，哇，你英语烂到要靠背啊，无你规矩哦。即句话再讲，无个卡电，好烂啊！你不要讲好了，你给来宾讲。后来好，来宾讲。
哎呦，我觉得你们那来宾的英文怎么那么烂啊？我就觉得很奇怪，语言只是一个沟通而已啊。今天对不对？人家来宾也没有到美国或怎样子，人家是这个，哎，很虔诚的啊，那圣公真正卯足全力来参加这部，所以我感觉有当时啊，吼，当观众当然也迄落也要求会比较高一点啊，他认为这个小时是我的，今天我是来捧你的场，好像我是逛你这个百货公司啊，是你的荣幸啊，你应该做得很好啊。那当然我嘛是有当时啊嘛是。也是尽量要做好了，对啊，像我是这样子、啊，我有一次只因为我写过一篇政论的文章，写错一个英文字哦、喔嗯，有一个英文老师写的长篇大论引经据典、喔，全部纠正我那个英文字错误。哎、啊，你嘛是有啊，哈、喔，这其实嘛是拢对的，因为当时啊，咱观众跟这个听众的眼睛跟耳朵永远是雪亮的。不过其实如果说没有看见你的人，完全是听这个收音广播的话，嗯、就是会认为你的腔调，事实上你的腔调已经跟。跟美国做接近的，听说你是经过一段很痛苦的训练嘛？痛苦的训练刚开始当然是会有一点啊，因为我们刚开始进去了那个 studio， 哇，那时候我也说我米诶，要讲的物件我写迄个小抄顶滚来讲啊 ，I want to 的，哦，这不方便的。啊，到尾我到现在问了我时间，我们有时间啊，我们就尽量到这个录音室里面去，然后这个纠正自己的发音，哦，拿着这个新闻稿，哦。A B C 啊，是 A P 啊，是 U P I 啦，哦，什么色的，一挂物件，迄落人饮料的，哦，那个叫出来 ，Can I borrow this？ 啊，我得给包罗过来，我就开始念，啊，念念了，哎，慢慢的好像有点这个，好像有点起色啊，有起色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又突破，就这样子慢慢念出来，没有什么诀窍了。然后你就是说你自己录完音了以后，你自己再听一遍。哦，那当然了，自己听啊。那也请有没有请到这个外国朋友，像周淑雅？有啊，周淑雅嘛是个假鬼啊，但是哈，我当时啊吼，我感觉吼。你搞起康庄料哈，到了一个程度之后，你自己听，其实你可以听得出来自己到底好或坏。那当然，如果更艰深的，譬如说怎么样字不会念啊，或者是用法上面的话，你当然要请教啊。这种东西是你永远学不完的。那你要不要说，因为你要去用这个英文来思考这些事情嘛？你要用英文思考嘛？哈，叫做共传嘛？哈，我当时啊，我感觉这是两码回子事。两码回子事啊，对，为什么呢？因为呢，他们。你听久的时候，他们有些语言就是有习惯的用法啊、哦，像法文里面呢、啊，跟英文又不一样。法文又有很多文法。法文那个，我这是为什么会讲法文？因为第一个法国太漂亮，第二个我觉得法文实在是太好听了，但是太难学了。我觉得是一个挑战，但是做出来跟大家做参考。那法文啊。法国人需要讲那么多话吗？不是法国是法国之吻，不是要吻哦。法国的喉音很多啊，哈哈，看到我当时被配暖呢，但是哈，因为迄个文法稍微哦，这个非常的严谨哦，他连这个桌子椅子啊，有公的母的哦，电脑的是公的。电脑的 money 不用那么难了、啊，我就早上的时候就是、啊、早上就是捧珠，暗时就是捧刷，谢谢就是没事。哎呀，对啊，啊那是做谢谢的，没事无顾。对啊，万一你去法国应该是无啥问题啊，再加上这个。有啊，我大刚来在话讲捧珠，啊暗时讲讲捧刷，拢跳舞，啊没事无顾伊嘛跳。所以呢，咱讲起来吼，这个语言刚才讲到，就是在这么多腔道方面哈，那你怎么学？我觉得还是一个勤快的字，而且我不否认，有些人可能有一些这个真的是兴趣再爬上去就有一点天分了。兴趣跟天分通常是一体二面的，啊、哦，我不知道，我不说我有语言什么样的天分或怎么样，但是很有兴趣啊，这样学起来的话，就会比较怎么讲得心应手，比较有兴趣嘛。兴趣你就不会记那个酬劳嘛，对不对？也不记时间的多寡，就是这样子。OK， 其实实际上呢，据我所了解的这个 ICRT 这个部分哈，它牵涉到两个问题啊。这些虽然是这些国际的这种、個，虽然是给美军听的啦哈，就马博美军啊，还有马博美军啊，所以他听的观众大部分都是台湾的观众，90%的这个我们的听众都是台湾的啦。啊，所以据我所知道哈，就 ICRT 它本身呢，好像出现了一些状况啊，比如说。他可能呢要改变成这个地方性的电台，那就是说，你们的老板好像有意干脆的，我就慢慢的要开始加强这个啊国语这个部分啊，英文部分要减少，这是一点。另外就是好像也有曾经记者是因为啊报道上的对这个执政党的不好，然后被开除啊什么，我要等一下我要问你看看有没有这些压力，会给你列单跟我讲。嗯，安尼啦，我跟你听不要紧。讲台语也拢了紧，好，无紧，来讲。
在这个 ICRT 好像有一个政策，就是开始本土化了嘛。嗯嗯。啊，以及什么方向？从我的节目开始啊，我起码后母能你话小丽、渔夫啊，本土杰出的漫画家、政治评论家，还有不谈节目主持人吃槟榔的文化什么的、欸、啊，不是不认同。有啊有啊，我们有谈过了啊，我们其实都谈过了，一些比较就是有关台湾发生的一些事情啊。当然，因为是一个国际社区电台，我当时啊，我们也是会访问一些国外的一些人啊，像那个CNN 的 Larry King， 我们也访问过两次啊。嗯。奥利弗·史东啊，《闪灵杀手》那个导演啊，还有一些前进高棉啊，他导了一些电影，我们也都访问过 Rod Stewart 啊。不是、啊，我说现在的如果是台湾的这个部分呢？台湾的部分，那当然有些我们现在。像那个前几天那个台北市市长陈水扁也接受我们的访问了、啊、哈、嗯，这都是一种本土化的一个方向的一个迈进。英文呢？英文是不是还继续用英？英文的话，我想大概比例跟再怎么样的变，我想比例是应该是照现在你听到的这样子，因为我是觉得这样子，毕竟你还是服务外侨为主，而且如果台湾要进入这个亚太这个媒体营运中心的话，你也不可能说把一个媒体啦变成还突然间变成这样本末倒置啊，那嘛是不公该适合了。与其中平衡这种怎么拿捏的话，这不是说，一两天你就观察之后你就说好，我今天一定要百分之几的中文，要百分之几的英文。嗯。在这个往后的将来的话，因为常常有时候在台湾这种人啊，慢慢朝这个国际化这样发展下去的话，以后我们电台也许会有做一些，比如说。服务这些菲律宾侨民啊，或泰国啦、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在台湾其实也占了不少比例的这些外籍人士，这种五颗零啊。啊不，我所知道就是说，好像你在采访这些，比如说有时候你问一些外国歌星啊，嗯哼哼，那猛猛啊，你要话你讲，哎、欸，人到台湾本土会较好啊，什么贺一航啊，哎呀，什么文成啊，你猛猛较有感觉，这是怎么回事？哎、欸，因为咱其实咱因为我们是身在台湾啊，哈、嗯，那你以很多人来讲的话，毕竟在台湾还是。啊、我们讲台湾的事情比较有人 会比较会去注意啦、啊。哦、啊，想外说可以画高位其实我才从法国回来，我访问过那个理查克莱德曼，哦、啊，那一集反应还不错。那像那个雅辛达比啦，或者是 D Forest 啊，这种啊，人就会比较陌生一点了、啊。嗯。那我主持人都已经有这种感觉，何况是听众？所以我当时啊，这种平衡点，而且你说。以这个贺一航或者是沈文成或者是白冰冰或甚至其他的这些本土艺人来讲，大家的观念可能就是说啊，也得是秀场的文化，也人的也表现的方式就是安尼尔。但是你若讲真正甲伊讲，其实伊嘛是真趣味的，嘛是真有概念的人啊。啊，所以你点的是讲反正访问者这本土的歌词，跟你访问这外国，算啦。啊，虽然是跟他们英文完全通了，但是那种感觉还是不太一样。哎呀，还是有一种距离感，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呢，我们借着这个节目能够把这距离感给缩短，或甚至呢，就是把它变成一种本土的亲切感，这就是我这部想要做的迄个目标跟伊的方向。那不过你像现在如果是 ICRT， 它如果越来越走本土化，像因为毕竟它是属于英文的这个电台哈，但是我们所知道像，比如像我在我的感觉里面，像台北之音，它是以国语为主。嗯哼嗯哼。但是他的这个主持人的这种形态啦，或是他主持的方式啦，那很像这个 ICRT。嗯哼，有人说那是中文版的 ICRT。那你觉得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别？除了语言方面以外，语言方面的话，当然你以 ICRT 来讲，大概是65%以上，甚至到70%的英文，30%的中文，那以你们楼下的这个台北之音，我先恭喜他们在这个新的这个广播的这个战国时代来临，已经拔得不错的这个成绩哦。那当然我也觉得很高兴了啊，被这样比喻说他们是台湾版的 ICRT， 这证明就是我们 ICRT 金价哎还不是真的是混的，还是真的有一些东西。我听说是台北之音出来以后 ，ICRT 受到很多影响。受到很多影响，我倒不认为这样子，因为有些东西的话，报纸上面媒体的话，他们要有新闻要出，那当然所有的电台会拿出锦囊妙计，把所有的这些可以宣传或怎么样子，这方面的话，我肯定他们的宣传效果。可是你真正的话，听众的感觉又不一定，而且再怎么说的话。以我们 ICRT 来讲，我们是全省性的，所以你要说业务上面有什么样的影响，我敢保证说一定有，但是有没有像报纸这样讲说什么怎么样，那又是另外一回事，那个这个我就不得而知了。但是这方面的话，我觉得很可惜啦，因为有竞争你自己才会进步。第二个呢，我就是说还是就是认为呢，大家还是要支持我们 ICRT 的哈，底信哦，能够这样被比喻为这个台湾版的这个 ICRT， 咱听起来嘛是真欢喜，但是咱袂使松懈，哦，这个看刚才是。
一种迄落要出来选举的，但是有影就是安尼。不过这个我们讲到这个，像这种除了这两个电台以外，我知道这个艾希小弟好像最近几年有发生一件事情，就是甚至记者啊本身因为采访上对这个执政党比较不符合执政党意思，所以受到一些党派的压力，有没有？这般来讲，其实我以我来讲呢，其他的方面我你的主力节目就常常做嘴，在各党各派拢去。但是我的节目什么压力？我没有什么压力，这一点就是我觉得非常可喜的。在我的节目里面呢，我们如果要访问政治人物的话，我们的一个方针就是一定要平衡。今天如果我们请到这个国民党，我们一定要设法请到民进党或新党。我们甚至就是说，在这个职位上面也要能够对称，不是说你今天访问一个这个就是一个主席，然后其他党派他只派一个那个所谓的代表，这样子我觉得也不太好。但是有些方面的话还是没有办法，因为你知道吧，你要安排这些人他们的行程或怎么样子，所以我们尽量就是本着我们这种新闻良知或者是这种所谓的道德上面的这种规范的下面，这个叫做 ethics 啊，这个 work ethics。来做这些节目上面的这个，那至于有什么样政党的压力，我倒觉得还没人无人找你讲，美国人要找人去边啊讲话啊，干嘛呢？干嘛讲？来后边，我讲 ，This is my country。OK 啊，我但是你在这几个 ICR 地里面的外国人非常的多了哈。那跟这美国这工课安怎感觉是安怎？其实哦，咱刚开始的时候，我进电台，我会觉得说，其实不一样哦，讲的语言都不一样，而且我人高马大的哦，都很快。其实一样，我觉得人性都差不多，有好有坏啊。他们也有好的习惯，像好的习惯就是他们做事有时候呢比较有这个冲劲的哈。那有时候我们中国人做事也许可能就是会慢半拍，比较散一点。当然，可是久而久之，你会发现啊，其实嘛是赶快，党拢赶快，你嘛是有懒散的一面，你嘛是有光明的一面，温暖的一面，拢赶快了。我觉得都快，都赶快了。其实拢赶快了，其实讲的话不赶快，可能身材可能较大片，还是较肥，还是安怎呢？其实拢赶快了。OK， 后来阿伯啊，你讲是不是有人给这个大部分的人啊，就想学英文的人哈，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建议，应该怎么做才好？我觉得第一个哈，你一定要培养你的兴趣了。今天我们学任何语言都一样，那现在我已经对法文已经非常的有兴趣了，所以呢我要开始准备去买一些法文的书来看。第一个当然你 ABCD 要先学好，发音的这些音标什么的，你起码这个一定要把它给基础给打好。那其他方面的话你再慢慢来，靠着自己的程度，这样子不要说这样子好高骛远，说我今天立下志愿，我三年之内我一定要怎么样，不一定的。有些人不要什么背英文单字卡那个不要，我倒是觉得你多看一些文章会比较好，帮助你记忆嘛，对不对？那国内也有很多英文报纸啊，再怎么说起码有两份英文报纸啊，还有一些这个杂志上面都有一些啊，不然读者文摘又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自己的这个教科书有时候呢不要把它丢到起码嘛不拍天下没播，所以起码就挂注意力心哦，然后靠给大家老了啊，我是觉得这样子基础教育很重要。第二个就是配合自己的速度哦，跟这个你吸收的程度啊，不要说哦，我到隔壁那个小明靠腰已经，拍谁？无这教了，奇怪，那一个学到第六课，我到学第一课还未学了啊，卖紧张嘛，因为你的速度就是安尼尔，况且你的发音比伊较标准嘛，无得考啊，对不？就是安尼啊，就放轻松了，然后没有其他的法门了，就是这两点最重要了。哎呀，对对对，还有一点就是，其实他们讲营业不招，然后一直有渔夫的漫画在内底呢，那渔夫嘛，爱看才进步。渔夫，来，渔夫啊，什么代志 ？I did it 啊？伊讲一定做到的，一定的。哎，啊，你第安怎啦？我会念。停着哈。听什么啊？我那个绕口令会念的。会念啊？好，来，来，我念。两块吗？Peter Piper picked a peck of pickle pepper。听也嘛是真痛苦，我跟你叨叨来了。I am a pig。有加强加强，你那是 pig， 你就加强。我知啊，我伊妈妈听 David Wong 的节目。谢谢，多谢你的支持。加听过，伊就较好。但是你会记得你。无啦，听什么？听你节目，听你节目就免看我电视。我今麦改十点嘛，你几点嘛？无要紧。好啦，来，谢谢。等一下。